这是我新交的女友，我们随时随地都在秀恩爱。可是好景不长，我们之间出现了小三。叮当，到办公室来一下。这么明目张胆的潜规则，作为男人，我真想扁死他。可是他是我的老板，这是我的女人。男人应当以事业为重，我一定要忍。我感觉所有人都对我失望透顶了，太无耻了。如果连心爱的女人都抢不回来，还算什么男人？大不了不要工作了。她是我的女人。你干嘛？爸，没事吧？完了完了，竟然是他爸，这下工作也要没了，女朋友要弄丢了，怎么办？年轻人啊，就是有冲劲啊，我喜欢。哎，原来老板很欣赏我的勇敢，看来工作不会丢了，女朋友也很认可我的表现。我想你应该可以自己创业了，明天就不用来上班了啊，滚！其实，真相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。大哥，说你要走，都不跟我先讲，太不够意思了。哎，这不是赶时间吗？啊？没什么时间，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你这样算什么啊？啊，对不起。最近比较忙嘛，大哥，你说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，从小一起上学、放学，那时候开始你就一直在照顾我。大哥，明天再走吧，今晚咱们俩好好聚一聚，叙叙旧，就当给你送行了。好，大哥，我今晚就不走了。今晚我们两个兄弟好好吃肉，好好喝酒，叙叙旧。真的不走了吗？走了。太好了，今天我结婚，今晚八点定好，一定要来哦。当你背上行囊卸下那份荣耀，我只能让眼泪留在心里，面带着微微笑，用力的晚上八点一定要来哦。愿为你掏份子钱的兄弟才是真兄弟。怎么这么慢？搞定，又分你钱到手。下个菜，敏琪，他好像今晚有约会。那正好，约会就像一起约出来，两分钱。这一生活在无尽的悲痛当中，从未有过的成功的喜悦或是爱情的滋润，我已经感受不到活下去的意义了。再见，这个残酷的世界。不要，都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是不愿意给我一个机会吗？你是？我都关注你那么久了，可是你……对不起，你……果然还是我太平凡了，长得太路人了吗？哦，不不不不，你是我喜欢的类型。既然这样的话，我想让你抱着我，靠着你结实的肱二头肌，让我躺在你的怀里，慢慢的褪去你的上衣，肆无忌惮的抚摸你结实的胸肌。到我怀里肆意的撒娇吧。等一下，这不太方便。不太方便。是是是，我太心急了。等会儿来我家吧，
这有个变态，长得跟开玩笑似的，还一直接我话，吓死宝宝了。人们总是在错误的时间妄想遇到正确的人。